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点一个小伙爱上一个漂亮的丧尸女孩，从此每天都给她咬。女丧尸渐渐拥有意识，小伙为了救丧尸女孩，自己也变成丧尸的故事。话说在未来世界，99.9% 的人类都变成了丧尸。作为幸存者，小黑和小黄依然在和丧尸死磕。为了改善生活，他们不管要打丧尸，还用锤子造房子。这天，小黑在打丧尸时，茫茫的丧尸潮里居然进来了一个美丽的丧尸女孩。就因为多看了一眼，小黑便深深爱上了这个长相清纯的妹子。丧尸妹子冲过来就是要亲亲，要抱抱。还好小黄其实用塑料瓶装着一副牙套，给女孩好不容易戴上，才让小黑没有被感染。自这之后呢，丧尸妹子一直都跟着小黑出去玩耍，被咬着；去买瓶水被咬着；连开车都要被咬着，活脱脱成了一对情侣呀。渐渐的，女丧尸也喜欢上了和小黑在一起。有了对象之后，小黑要帮着其他单身的小伙解决单身问题。龙套哥因为喜欢上了丧尸女孩龙套妹，小黑告诉了龙套哥戴牙套的秘密。从此龙套哥也摆脱单身，走上了人生巅峰。没事两人各自撒狗粮也是非常惬意，人手一个听话的丧尸女友简直不要太高兴。那小黑为了保护丧尸女孩不被其他丧尸掳走，开始不断制造新的武器。还别说，居然被他锻造出了火箭筒，一波一波的丧尸潮都被他给打退。最终小黑凭着勇猛的打丧尸技能，终于表白成功，给妹子戴上了订婚项链。几天之后，两人开始准备婚礼了。首先他们得准备几件像样的衣服，最容易获取物资的方法那当然就是去抢劫丧尸的物品。可以看看什么好东西都没有，还是用茅草做衣服来得更加的快。如果想要做婚纱，还需要在天上捕获白云，然后通过锻造就可以做出美丽的婚纱了。有了婚纱，婚礼上还是要有见证人，他们还特意抓来了女丧尸的大舅子们参加婚礼。浪漫的婚礼，一台钢琴也不能少的，随手打造一把，然后叫一只二哈子弹奏，有没有很浪漫的感觉呢？很快妹子穿上婚纱之后就成了准新娘，看得其他的丧尸单身狗都是口水直流。就在男主准备被女丧尸接吻的时候，发现女丧尸还是诗性难改呀。婚礼就这么草草结束了。自从结婚之后，两人过起了居家过日子的生活，小黑负责扫地，妹子就负责拖地，两人分工明确，日子过得嘛也是非常不错。当然外出打丧尸获取物资是必不可少的。这天在打劫丧尸物资的时候，小黑在报纸上看到了丧尸解药研发成功的新闻，这一下让小黑终于有了新的希望。不过想要从丧尸变成人类可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在服药之前，小黑带着妹子天天做运动，原理很简单，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嘛。为了搞到更多强悍的武器掩护他们抢到丧尸解药，小黑没日没夜的锻造武器，始终没得到一把称心的武器。眼看着妹子越来越把持不住自己，小黑为了她终于走出了家门。别人都是对丧尸开枪，小黑的枪却是落地炸弹。在干掉一堆的丧尸之后，他们好不容易抢到了传说中的丧尸解药，可上车跑路的时候，解药却掉在了地上。小黑赶紧伸手去拿解药，这还一不小心被车下蹲草丛的丧尸给咬了一口。那现在就有问题了，到底是把解药给妹子还是自己注射呢？最终小黑趁着清醒之时把解药强行注射给了妹子。妹子在抽搐几下之后，丧尸病毒开始被消除，而小黑为了保护妹子，自己则跑出了车门，在车外慢慢转换成丧尸。妹子清醒之后只看到了变成丧尸的小黑，其他的丧尸顿时就炸开了锅。小黑因为保留了生前的记忆，不顾性命的去救妹子。记得小黑要被丧尸群殴的时候，另一批幸存者救下了两人，小黑因为保护女孩被幸存者留了活口。从此之后，小黑戴上牙套成为了丧尸男。画面切换到小黑的第一视角，变成丧尸之后，小黑四处找吃的，为此还和其他丧尸成为了兄弟。当妹子再次出场时，他已经成为了丧尸猎人，随即妹子便把小黑带回了家里。此时的小黑和当初的妹子一样，智商为零，但是非常可爱，一切都听妹子的话，要他吃啥就要吃啥，出去逛街要驮着妹子，还用嘴叼着购物袋，这才是世纪好男友嘛。妹子坐在背上猎杀丧尸妥妥的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在丧尸群中进化出了一只蓝血丧尸，这货刀枪不入，一般武器根本就没法杀死他。小黑作为丧尸猎人的保护者，自然要和蓝血丧尸单挑。第一回合小黑轻松就被撂倒，后来他用蓝色糖果和金属打造出了爆炸汽水枪，蓝血丧尸被打中之后直接从里面爆炸嗝屁。蓝血丧尸老大挂掉
变之后，小黑又恢复了人类的身份，两人也终于可以以人类的身份在一起生活了。作为一部游戏宣传片，把几个短片拼凑起来，还真的和电影有的一拼呀。没听不晓电影，欢迎大家关注西瓜看电影。本次作品来源奇幻短片《我的丧尸女友》。